家好，我是兔班尼。我今天要玩的这款游戏叫做《The Long Dark》。老实说，前面已经有玩过几次了，不过想说，这次就从追猎者模式再来一次好了。因为前面几次都是玩航行者，虽然我觉得，叫它越狱模式好了，会让我死得很难看。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挑战有难度点，因为前面这几次都有很顺利的，算是很顺利的活下来了，所以想说这次就挑选难度比较高的。虽然前面几次也没有说真的活得很久，然后还是一样选择女孩子吧，已经被沙河三号了。一个神秘的地磁风暴使得你的飞机坠机在加拿大北方野外，你能生存多久？我不知道哎，一个晚上吧。消灭是规律，存活是例外。杀死他们，保护自己。我不会这么做了，野生动物哎。好哦，好漂亮哦。哦，每次进来都很惊叹。如果不是因为遇难的话。其实觉得这个地图很漂亮，如果可以做的再更细致一点，会真的很高兴。虽然现在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很漂亮。捡树枝，捡树枝，树枝是在里面，我觉得算是很重要的资源。我是不知道后期，因为我几乎都是初期而已，玩到初期而已。不过也几乎都不是我自己选择死亡，而是我想说换个难度试试看。才刚进来又迷失方向的一个概念，先到湖那边看看好了。好漂亮的痕迹哦！我有冰屋，太好了，顺利的让我觉得好可怕。音乐其实吓到我了。再来看看有没有水蜡烛。其实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叫水蜡烛，还是叫芦苇草什么的，可是我喜欢叫它水蜡烛，所以我就打算叫它水蜡烛。目前非常的充足，在各方面都非常充足。香蒲草，哦，原来是叫香蒲草。我还是想叫它水蜡烛哎，这样有没有？这样会不会有误导啊？我又忘记开字幕了。哦，那边有加拿大小屋，等一下再过去。怎么了吗？哦，开始冷了。啊，这让我想到我曾经看过有一组图片啊，是有一群哈士奇在水面上走，然后因为水面的薄冰还很薄，然后可以承受哈士奇的体重，但是因为薄冰很薄，所以不会看到，哦，拿到斧头，运气真好，不会看到那个要像那样子硬硬的冰的表面，所以就像哈士奇在轻功水上飘，很可爱呢。但是我有想过，如果不小心踩到某些比较不安全的位置，小狗狗会掉下去。那些可爱的哈士奇，但想一想，动物本能应该不会让他们就这样摔下去。我一直觉得在这方面动物表现得比我们优秀，还是我要先回去那个屋子调查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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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。剩下最后两三个小时再进去看好了，不然太暗的话，其实里面也很难看清楚。下一个小屋，知道什么吗？
到你很冷。哦，水，不棒。那就暂时不用自己烧水了。有能量棒，我运气超好的。有蓝，后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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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跑！我今天到那边的小屋去，应该离得够远了吧？欸，等一下，不会我去完小屋出来，他们就挡在我要去加拿大小屋的路上了吧？这样不会这样子。但这是一场冒险，所以我还是要过去。虽然我们的女主角已经开始那个叫什么手脚麻木或什么失去知觉。而且我一直觉得照理论来说，我也感觉不到啊，我甚至看不到。我是觉得照理论来说，像这样在雪地里跑，应该说这样子有多少点跑步的时候，应该可以帮身体增加一些热量吧。好多数字，数字天堂。一只树枝，而且我有想过为什么树枝都长得一个样。可是这，毕竟制作像这样子一个游戏需要非常的耗神耗力，所以其实树枝长得一样好像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然后可以烧的都是好树枝，对吧？怎么回事啊？刚刚没有这背景音乐啊。耳朵是不太舒服，因为这个背景音乐还有六个小时。OK， 足够让我探险。这边有点暗，身上也有一些再生木头，所以等一下可以来烧一下东西。哦，太好了，是牛肉干。哎呀，我只按到箱子，牛肉干，牛肉干。发焰筒，发焰筒啊！给我发焰筒啊！你，嗯，这还没什么。我刚好这个视角看到一些，往下有东西吗？没有，可以离开这个小屋了。哦，是，有灯燃料。但我没有灯，但我想应该多少有点用。门呢？门呢？我怎么转一下我就失去方向感了？或者是，那些狗应该不是那些月月应该还离我很远吧？啊！吓死我！怎么我冻伤了？我开始冻伤了 ！Oh my god！这边好多食物，然后在这里再待一下。我只好赶快回去，有木头可以捡。那个漂亮的灯光。都太暗了，我推。没有东西好。我是先回去好了啦，等一下失温了。失温要保暖24个小时，真的是非常的麻烦。我从哪边过来的？那边那边。我不行，我不管，我一定要看完。报纸，资源，有资源就拿。反正我想应该不会有其他人需要了。
的东西。哦，有报纸，好多报纸哦。有水了，哦，水蜜桃，等一下可以煮点水蜜桃吃。还有6个小时的阳光，我就先动了。分别故事，我靠，全部四肢是怎么样啊？这么想杀我吗？先看看有没有香蒲草吧。希望等一下进去的小屋会有可以。那个叫什么东西的？先，哎，应该也不需要了，应该不需要睡觉。这个游戏的晚上其实还挺头疼的，一点亮光都没有。不知道真的在野外的时候，就算我们闭上眼睛，在没有月光的夜晚，是不是也是一样，什么都看不见呢？喂，你的动太快了，我现在就让你消耗一点精力，等一下就可以睡觉了。我会跑一跑，突然就给我扭伤自己的脚了。后面有香蒲草啊，哎，有吗？后退后退，没有。有没有觉得暖和一点啦？跑这么久。好了，看起来好像快没体力了，气喘如牛了。你终于感觉到累了啊。没关系，我们也快到了。你先回小木屋里面，然后点个火取暖一下，如何？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快冻死了。你这个混蛋！我知道我们讨论过，我知道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在这个冰天雪地里面，如果你不出去找食物的，如果你不出去找食物的话，就会饿死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可是先回来让我取暖一下有关系吗？你看我们现在这不就回来了吗？哦，这种小问题你就别担心了。我们现在看看外侧有没有什么东西吧。我们走后门进去。再点个火吧。有记得可以做报时间。日低。我可以做4个，一堆报纸。我们还有5个小时的阳光要消磨呢，希望我够多事情可以在这间屋子里进行。对，我到现在还没捡到火柴类的东西。嗯，听起来不是个好消息。嗯，我觉得点火，像这种点火不要太吝啬比较好哦。毕竟温暖在这里。哦，天哪！我想到这里，我就马上失败给我自己看了。我觉得，哎不，温暖在这个游戏里面非常的重要。要拿到东西，还是这Come 个？on, little fire. 加油火。嗯，还是加拿大在这个在夏天的时候也是下雪，我没有特别去做过调查。嗯，哎，还是失败。那我要找时间调查一下，他要把木头还我。等一下，是不是把我的再生木头消耗掉了？这害我好紧张哦。不会吧，我失败2次了。
加油啊！哦，好像成功了。啊、哦，成功了！24分钟，加点数吧。来煮点水蜜桃罐头吃。可以打开。这双斧头比我想象中耐用。来吃一点东西吧。切片。补充卡路里。哦，水就有1公升呢。水的话，先不要煮水，先再煮0.5就好了。我可能没有那么多东西给它点火呢。有水资源了，再丢几根树枝好了。啊，等一下再过来看吧。会有报纸、还有木。希望今天晚上会过得很惬意。那我听这个声音，外面是不是在下暴风雪了？空了，没什么东西可以拿。老人湖第一，可以做药膏。哦，欸，我可以做火把，欸，要做吗？居然听起来还不错，欸，做一下好了。肉圈、鱼钩、鱼线、钓鱼器具、布皮手套啊！对了，我记得。提琴的线是用羊肠做，是用羊肠做的吗？之前在看一部叫《汉尼拔》的，电视剧的时候，它里面是这样说的。那看看怎么可以拿的吧。后面应该在下暴风雪，这个神秘到不行的声音。我们只剩下34分钟了，再丢一点点。还不要点，反正柜里面一般来说真的油也只会有纸吧。哦，有汽水耶，为什么在档案柜里面放汽水啊？哦，那什么，放大镜，可以在野外点火用的东西。我有没有有油灯油或没有什么东西的？运气还真好。欸，可是好像没有什么吃的可以拿。对，没有什么吃的。先去暖一下，顺便看看身上怎么可以拆的。决定要不要到楼上点次楼上的火。油罐。油灯燃料。非常幸运的问题，我并没有油灯，也没有捡到除了放大镜外可以点火的东西。好，来拆一些报纸吧，反正够温暖的。哦，洗掉了。哦，没有洗掉，还5分钟，那也不用吧。我身上有1.3的水，好，不用管它，到楼上去了。这有东西可以捡吗？没有。谢谢，我还不想拆椅子。好暗呢，也可以点火。拿吗？你跟我看不到里面有没有东西。这有个柜子可以收。
没有，还有3个小时，到外面偷看一下好了。真的在刮风了，稍微看一下就好了。因为外面还很亮吗？好像不是好主意哦，不是好主意，回去。先躲在这里。哦，不是好想到外面探险哦，可是外面现在风这么大。在屋子里面我可以做什么啊？不知道看有什么可以做的好了，我不想外出。去楼上点火，看有什么可以烧，看有什么可以破坏掉的。还是我到门外点火，点看看好，到被风处点看看。看一下斧头好76，好去被风速点看看好了，不够再回来拆木头。又来点火吧，可以点吗？也可以耶，居然可以点。跟我来点点看，点火花，不能点吗？风太大不能点呢、啊。不行，风太大不能点。啊，不是啊，放大镜没有光，我还想放大镜点点看的。那我要点什么嘞？啊，我不管，等一下再来点火。我要走，我就是要走。我突然有点后悔，说我要回去，我来拍张照好了。好，就在这边吧。这截图是这一颗，是这一颗，还是洗？得，哦，还在。这是我来这个鸟地方玩，不是遇难的话，其实就像来度假一样，只是遇难就不是度假了。遇难就是等着变成狼的食物。我开始冷了，我没东西可以弄啊，也没东西可以给我捡了，拆椅子好了、啊，那有布料哎、欸，还有火柴，一个小时才拆得完，这样我不行啊，这样我来不及回上面点火，还是楼上有东西可以拆。对，对的。I think I can use this. 哎呦，抽屉还没收啊，没东西，欺骗我的感觉。哦，有衣服可以穿了，我可以再穿吗？这也可以耶，太好了，为我的生存几率再多增加一点点。我要来猜猜看，就猜猜椅子好了。22分钟，猜了。再一点，我才能睡觉。差一个小时，
来尝试点火吧，但只要一个小时了。拆木头拆到时间没了，只用这个点呢、啊？可是这个这么珍贵，树枝点的几率比较高，那我就用树枝点吧。树枝，我早上干脆不要烧树枝了，烧再生木头就好了。Come on, little fire. 嗯 ，hot, so hot. 嗯，我还剩下八个火柴吧。失败了吗？没有，吓我一跳，我失败了。想煮水。我知道我现在很累了，可是我要等真的晚上再来睡。先来补充卡路里。嗯，看来需要找时间出去外面搜寻一些食物了。我在自己做消耗一还是二啊？还是不要这样用好了。觉得斧头有更多值得它出场的地方。衣服好像是可以补，不能修补物料，把这个拆了吧。哎，晚上了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再来找床，我想把它弄好。嗯，要我针线包。那我猜什么？我是来猜做猜心酸的吗？猜重量的？然后去睡觉。应该不会死吧？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！我死了吗？焦渴，还有三个小时的黑暗。还是我是渴起来，还是因为睡太饱了？看起来是因为睡太饱的样子。对，睡太饱了，三个小时的黑暗。哦，我连炉子在哪里都看不到、哦，他却不让我睡觉。啥都看不到啊！你三个小时叫我要在这里做什么？我要看看身上有什么。抗生素、神仙木头、促燃剂，原来我有促燃剂啊！早知道就用一点了。嗯，至少要等今天晚上过去啊，才会记录。钓鱼用，好像我自己感觉不需要吃东西，还有什么可以有什么可以拆的吗？嗯，我对对看，我连床都碰不到了，搞什么、啊？现在这里到底是哪里？嗯，床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变黑暗，我怎么可以点？我不要点火柴，你不能在室内生活。我不要点火柴啦，发焰筒，火把直接用火柴点起来才行。不是我不想，放什么？我不小心放下来了，你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决定你要放哪一样物品的？你把牛肉干放到哪里了？嗯，问，开始下暴风雪了，居然开始下暴风雪了，下什么暴风雪啊？早让我找到床在哪里吧，
但我在床附近跑一跑，说不定会累。床在哪里？我看不到，我把灯全部关起来看看。我还是看不到床，我只看到我自己在呼气。这真是太神奇了。如果真的是在下暴风雪的话，我想短时间之内也不会看到白天了。那停电的感觉哦。我记得那时候停小，差不多国中还国小停电的时候，我们那一带也都会顺便停个水。不过我们家通常不受影响，因为有在屋顶上装水塔。我天哪，我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？那我现在不会觉得冷，摄氏度。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吗？不喝，不要喝水，全部脱光，冻死自己。这不是个好主意，对吧？问号问号，小时黑暗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想想，还是今天就先拍到这边，然后我在这里等他，晚上结束。然后下次录影再直接接上来，这个想法还不错吧？那就这样好了，今天的实况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了。如果